真的生气了。Siri， 你怎么还骂人呢？地震的时候你睡得和死猪一样，我还没嫌弃你呢。哎 Siri， 对不起啊 Siri。说对不起有用吗？要不要你也下来试试？你个大傻逼，连自己的手机都保不住，你说你有什么用？烦死了。